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晚2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营业、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来，我们玩一个游戏，就立一下，然后别动哦。你有一大堆，你有一大堆，我有一大堆，这样哈。然后我们放出来，可以选吗？不能看。对了，加上有五个香蕉，但是啊，要五个才能拍。五个。然后我盖住了，下面就不算了哈。要现在有三个，然后加上你。啊，只要到五个就能收走。五个，每一样东西有五个就可以，啊、就可以这样了。啊、一这样了就可以拿走了，整一个牌，拿、啊、全部没有的牌就是那个人输了。那、啊、三个香蕉哈，你看。哎呀！看谁拍的快。对了对了，然后拿的全是你。哦，你们的牌我都拿走。我们的牌就越来越小了。那放我这。妙计百出啊！原来是比谁拍的快。分一下，就不要太多了哈，太多要玩很久哦。你要拿一个。这个。你要拿一个。好，来啦。虚晃一枪也要扣分的、啊。虚晃，虚晃，虚晃。啊！哦。气死我了。那我不是，我收回来的放在上面。放下面，放下面。对。嗯。哦。哎。哎那超出不行，你刚才没有讲超出不算，没事没事，五个就算了嘛。这超出算了，你先放一个，对啊，就压住了，对了，压住了。哎呦！哦，你们反应好快，气死我了！我现在是最棒的那个。啊，对。每次都是输。又玩上了，来。那现在爆了，还没爆，还不叫爆，就是香蕉就是废了，在这一轮废了，六个，我怎么都盖住了，就变成现在六个了，新的一轮了啊，对了。没有六个，啊！他先，你输了没有？没有惩罚的吗？惩罚一张，然后再来一张。那这样，那我可以摁吗？没有，惩罚一张，再来一张。五个。对，这五个。这五个。对。那我都可以拿走吗？可以了。哦。哇。明白吗？你明白吗？不明白。我们还在讨论上一把，你在弄这一把。他已经玩的是个啥？跟我上次玩的不是，怎么不是一个游戏呢？没事，输两把就会玩了。哟，吓人呢、哎！没有，那香蕉废了是吗？对，现在废了。没有，那这个香蕉就一直很废耶。现在废，废香蕉没问题，有其他嘛？就看我的啦。没有，都在这儿废着。到你了。哎，没有六个。我的。六个哦，我的，我拍到的，我的手放在你把我拍下去的，你给我拿过来，不拍，是我的，哎，是不是？我手放你把我拍下去，是我的，你拍到了吗？你送去他几张了？到你了。五个呀，这盖住了。对呀、啊，对对、啊，你这手竟然挡住我！你刚才就把手挡住我了。掉位置，我不想跟他做。掉位置，我不想跟他做，麻烦死了。
到我了。来，先盖一张，然后再下一张。对了，就下一张。对了，哎，哎呀，他好坏，他很会呀、啊，你很会弄上一把的。对呀、啊，我跟你说，我数学好吗？十以内他是王。十以内我是王。都没有，到你了，到你了。是我的，哎呀呀呀呀！啊，这个人多不好。为什么呀？你每次都可以拍，因为你拍错了只罚一张，但是你拍对了，你可以全部拿走。对呀、啊，你找到 bug 了。对。来了，快点，快点。我开了，我开了。哎呀，厉害！哎，没多少，四个，哎呀。哎呀哎呀，一个，哎呀，你干嘛？一二三四五呀，快点！哎呀，哎哎，没有啊，没有啊，不是他香蕉，香蕉，哦，他是香蕉，哦，是香蕉啊！我跟你一样想的是这个绿的。我们还在嘲笑人家。对呀、啊，完了，我要输了。抱掉，快！又不对，来啦！你算是碰了还是没碰啊？你想都没想、啊。不是，他手先放着，再看一会儿啊。哦，是他赢了，是他赢了。你想都没想、啊。不是，他手先放着，再想都没想、啊。不是，他手先放着，再看一会儿啊。这是他赢了。我这种躺赢，我是会很内疚的啦。曲奇，再来一人一半。你什么一人一半？都快没了。那这样。原来这样骂也是错的。对不起，我爱你。两张拿去，送给你。马上就结束了、啊、我的等一下数一下手拿起手去可以啊我只有两只在上面你有几只在上面一二三四两只我也是两只你看你这只还在外面你看这只在外面在下面我这只在这里哦、oh, 我们的菜来了哇菜来了大哥等你回来动筷呢会有虫吧动筷动了来拿那个没地儿放我捧着来吃饭哦、oh, 好这样嗯哇真的好大吃到热腾腾的我都好感动啊你们是跟任泉也一起拍的哦对耶对你是包青天呀对啊你们同学对不对对我师哥嗯我是你师妹师妹对我念上戏的嗯上戏了你哪届的一零级一四届一四届啊我们九九届我们是师叔师叔了一定是师叔了师叔那你在学校有听说过路易师哥的那个事迹吗事迹助人为乐助人为乐的事迹
肯定路易师哥和鲍蕾师姐恋爱的美好传说，这应该全部人都知道了吧？没有没有，我们很低调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啊。那你们是大一就在一起吗？大二吧。啊，那属于一见钟情吗？对啊。那大一怎么没有在一起呢？在追，在追呢。我也想问他。所以四年都同班。对。哦，真的。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多少年了？20年了。你想，95年进校。19岁认识，现在都快49了。对呀，30。天哪！哇，太惊艳了。哇，完全就是初恋吧？对啊。初恋，对。对的特别大声。这么着重一下就必须得对。嗯。哎，很纯情哎，就是从学校开始到现在，好长哦。哦，好让人羡慕。那你们30年了，30年、现在在一起还是有谈恋爱的感觉，对不对？对。有，我看鲍蕾姐的脸上眼神有爱，而且她看到有那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对。那哪有？你你跟我说不好意思，我看到你不好意思啊。啊，鲍蕾姐像小女孩。对呀、啊，那不好意思的感觉。那楚曦在学校没想着谈个恋爱？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谈呢？你毕业多久了？我毕业，我14年毕业的嘛，9年了。楚曦特别可爱，每次问他这种问题啊，他都会特别，直率和认真的回答。但是脸迎难而上，迎难而上，但是脸会通红，他的耳朵又要开始红了。你看他耳朵又要开，你看，你看，你看。怎么回事？明明在聊上戏，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还是听听这个世纪的。这是什么？不知道，我来替你们尝一下啊。肉吗？不知道，我尝尝。甜的。甜的豆沙饼，嗯，哎，我们待会儿把这个打包了，这个晚上能吃。嗯，我觉得这个笋子也可以打包，笋子打包都很好吃，都可以打包，还可以下面条呢。这个又来那一碗面，你别再讲下面条，我有阴影。哎，下面给路易吃啊！我看了这一碗，这一碗真不像人吃的。你煮饭，你还笑着。杨迪说：“你吃剩下的。”他说：“要不是我看着你在做，我以为你收拾出来的，是吗？”笑死我了。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去吧，打道回府。哎，太好了。我先给你 PK 一个这个吧。要跟我 PK， 道主 PK。啊，一人三个，输了的话大冒险。哦，可以，好吧，可以，可以，来吧。哎呦，还不错耶。哎呦，不意外，不意外。哎呀，还不错，可以看一下分数，看一下分数啊。两个在内圈。哎，好，妈呀，嘿，哎，紧张，出去，出去，佟祖贤，佟祖贤，哎呦我天哪，你快脱马了，你快脱马了，这个夸张。佟祖贤，佟祖贤，我真的是，我们这边已经决出来了。楚曦输了，大冒险，你走到那个地方啊，走到那个地方啊，对着那边水库的地方喊，我觉得谢娜是世界上
最美的人。那太容易了，这是说什么大实话呀？比蔡少芬美多了。好，快快去。大冒险啊！天哪，天哪！你别逼他嘛，拉拉。真的要说啊，很痛苦啊。大声说真心话，嗯，大声。我觉得谢娜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太难了。你蔡少芬。差三个字了，快，马上就要成功了。美多了，谢娜比我说的。谢娜比我说的。哎，这天好蓝，好棒，好舒服呀。哎，你说在家里面就说有孩子根本不可能这样躺着，空闲的时间就啥事儿结束以后，孩子睡了以后，你弄完以后十点了，对，你本来想追个剧或干什么就没有时间了，然后时不时他就会跑来问你说，妈妈陪我，妈妈陪我画画，妈妈我帮你化妆，我帮你涂指甲油，啊干嘛干嘛，然后不然他要一五，他说我可以做什么，说你想做什么，你想你画画吗，不要，那化妆不要，看电视不要，什么都不要，那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念故事书，嗯，终于找到一个他要的。哎，他现在会穿着高跟鞋了吗？会想要穿，但我高跟鞋都收的比较高嘛。哎，我那最小的现在很喜欢穿我的高跟鞋。是吗？但他穿我的高跟鞋，他的脚还没有到那个高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前面那边而已，咔咔咔。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平底鞋。看他穿那个鞋，他们会有爱化妆吗？现在没有，之前有过，现在没有让他们接触化妆，所以他们就没有一个化妆的概念。哦，那他们也不看那个视频那一些的？没有，我家里面电视机全收了，我很怕他们现在会喜欢看电子产品。嗯，我觉得是对眼睛不好。对呀，当然。但是好像很难杜绝这种东西。重点是学校有很多，之后他再大一点有很多的功课作业，甚至他们在学校已经用 iPad 啦。老师已经就是用 iPad 给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课本。我感觉我很快就会被他们落下。嗯，肯定的。不管是英语、英文、对，数学什么的。英语、数学，我觉得就会被他们落下。对，有时候我英语讲一个什么东西，他还纠正我，不是这样念的，因为他们学的跟我们学的那个发音有点不太一样。有一次让他们念了一段，就是有点小小播音员英文播音员的感觉，然后那个回来，然后就让我们监督他复习啊，然后我就说来给我念，睡之前来给妈妈念，然后我就听他念，就我就很欣赏的看着他，他竟然在编到一定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不对啊，我把那个拿起来，我说 no。然后我跟他讲了一个我认识的那个单词，他说不是这样念的哟。我哪怕去国外念了一段时间，进修了一段时间，都你什么时候去的？那年我去进修了三个月吧。哦，专门学英文。我也是，我学英文，学完以后当时节目组要跟我来个连线，叫你讲英文，说何老师跟我连线，然后就是问我有什么特别的，我说我会整个用英语来全英文来跟你们对话说话，对话互动啊，然后我就在提前几天准备了一个稿子，就大概知道他们要问我什么，然后我要说什么，然后就背，然后我那儿有个英语老师，我就不停地给他就是讲我这样念对不对，然后要很纯正的英语，英文，我说一定要让他们觉得很惊讶。然后他们那边的晚上好像是我那边的早上五点多还是什么的，我醒来
我就坐在床上就把那篇纸拿出来，过了一会儿何老师电话来了，然后念了两三句，我还没开始发挥的时候，何老师说，谢娜，把你面前那张纸给我拿开。那时候还没有视讯的，是讲电话的。电话，我当时整个人乱掉了，就是讲不下去了，你知道吗？都是你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的讲着，还有问你吗？我准备了，我说哇，你是何老师你好，完了就问大家好，问观众好，完了开始介绍自己在这边的那个，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幽默的一些桥段，还没到后面哦，就已经被说，谢娜把你面前那张纸拿开。他太了解你了，太气了，我当时吓到凌晨五六点，吓到我说他是怎么看到我？后来拿开之后你怎么说呢？就很正常的，哎，大家好啊，那个，再也没法显了，口不过来，进修三个月都不行，三个月太短了。其实，我当时真的是下定决心，我要是给大家一个惊喜，结果给自己了一个惊吓，那霍建华拍完戏了吗？他现在的拍完了，他现在在台湾。他现在台湾。嗯，对啊。那好啊，你今天回去不用一个人睡了。没有，但他不在我都跟我女儿睡。我都叫女儿来跟我一起睡。他说我不能睡我自己房间吗？我说不行，爸爸不在，你要陪妈妈睡，你要保护妈妈。你是大人。好扎心啊。对，你是大人呢。那爸爸在，他会要求说不行要你陪他，或者要爸爸陪他吗？我们也会让，如果那个礼拜五他跟我们睡啊，一起，对，我们就会一起睡。哎，我觉得女儿太贴心了。真的很贴心的。但是我觉得女儿会更贴爸爸耶。我觉得我女儿比较黏我，就是他们跟爸爸讲的那些跟我们讲的那些是不一样的。是，跟妈妈讲的都是一些要求性的，然后跟爸爸讲的是情感表达类的。那如果你们就一定有一个人要当黑脸，当黑脸是谁呢？大部分的时间是我，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不应该，比如说吃冰淇淋，我说他不应该吃，我不想让他吃，但是我又觉得他很可怜，然后我说你去问爸爸，那爸爸就一定会给他吃啊，然后他就吃少少这样子。那糖果他会怎么处置呢？那么多，我就觉得他们自己要过来的吧，我就完全给他藏起来也不好。没吃，他都给他的那些娃娃们吃，就放着的。我小时候我就一直喜欢喝白糖开水，啊，开水加白糖啊？对，开水加白糖，这么特别。我小时候最喜欢喝这个，但是大了以后，我真的一点都。不是那么喜欢吃糖。我也不吃糖，是不是？我不吃糖，我不是那么爱吃糖，从小都不会吃，但我爱吃什么薯片啊，那些咸的东西。哎，我也是。我喜欢吃咸的，甜的我真的还好。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假的，好真啊。哦，很真的。我不想剪刘海，因为剪刘海会很麻烦。我就自己剪的。你真太厉害了！我一会儿找你给我配衣服了。好呀。我有一件衣服，有一件毛衣，下面有个裤子，不知道里面搭什么。你会怎么？毛衣下面有裤子，艺术来说了，你爱搭什么都可以。艺术是很个人的。对呀，搭什么不重要，是你的风格。是的，就是没风格。哦，是吗？我就没有风格。哎，你们知道吗？楚曦她不管是演戏，拍广告，做任何事情都自己化妆。她知道。你太厉害了吧！我要向你学习，好省钱。因为没机会画画，就在自己脸上画。好像刘嘉玲啊，巩俐啊，我觉得香港艺人很会自己画。像我跟朱茵，她也是自己化妆。我也是自己，我连古装头发也自己。古装头发你也自己？就是他们帮我弄完之后了，我知道那个形状了，然后因为要睡觉，所以我自己弄。那你怎么弄啊？就是这样弄啊，就这样弄啊，自己戴啊，然后自己挂，然后戴一个假的，然后盖住啊，然后自己弄啊。哇，你
多才多艺。古装很难的。对呀、啊，头发太难了。到时你会这样子做的，因为你要睡觉，节省时间。对的，节省时间。我也是，我都为了多睡会儿，我都在车上化妆。抖边抖边化。平常我们拍戏呢，住自己的饭店，我就会自己化。弄一点，少弄一点油。哇，我们终于要去吃饭了哦，好开心哦！哇，我真的今天很开心能来到这里，出来走一走。而且这里是我来过嘛，所以特别有一种回忆感。熟悉感。对。可是那时候你想……哎，我住的就是这边。对了，哪里啊？就几走，吃饭也是在这里。太好了，就是跟随你的回忆。对，太满足了啊，好舒服。哎，在这儿，这真的很好。哎呀，好可爱！哇，那鸭子啊，你看。对呀、啊，那有水鸭，这里也有啊。啊，好可爱！你可以吸引到它，因为它以为你有吃的。过来呀、啊！哎呀。啊，他喜欢你哎，假味，好讨厌，真的好讨厌，我对不起你了。你们不要管他，他是个大骗子，他什么都没有。你看，你看他，你看他好坏。他就你看见我的手都是空的，就不要我。走了，走了，走吧。你又过来了，哎呀，你好乖、哦。你看。哎，你们这样跟他玩，想让你们早上吃的鸭舌，好好吃。走啦，快走啦。想想你们早上吃的鸭舌，说完我真的好对不起他耶。对呀、啊，还说哎，真好吃，真好吃。我们在这儿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平台好好啊。嗯，这原来就是这一户的院子啊，这家的院子。哦，这个地方它是那种半封闭感觉，我们那儿就整个是开放的，是吧？对。但我觉得开放很舒服啊，对，当然我们那儿视野也很好。其实开放的更适合做文旅，因为从景观上层次更丰富。是的。你不觉得我们那个门口少一个坐得住的那个位置啊？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那块左边那块伸出去那块地，其实是可以做。我们上次不是提过吗？半封闭。伸出去的那块地一直就没用上。对啊，那块地挺好的。嗯，我们那个客厅好可惜。哎呀，我们可不可以去那个市集买个那种坐到地上那种软沙发？我把那个皮沙发一换了，然后对着外面坐，晚上。对对对，现在因为是背着外面的。我的意思就是，就晚上我们就坐在那儿对着那个，在这里烤个火。是的，是的，是的。那能聊天啊？因为现在那么冷了，我就晚上没法在外面聊的。就像他说的，弄一个火扣，就是篝火、嗯，那就可以了。我们那村子离这儿不远是吧？就你40分钟。哦，40分钟，在福寿山，在白寺村。白寺村哦，是福寿山的旁边那个村子，应该在。嗯，对对对。你要有空可以过来看看吗？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导。嗯，这个时候如果来一瓶17光年，那这爽啊！还有鸭舌，冰美式。哇！哎。
好舒服，对，太好看了。就像刚才我自己忍不住拍两张照片啊。嗯。其实这些艺术品就别拿走了嘛，就放在这里，可能就会更吸引你。有一些是会留下来的，就只有一点点，很少的一部分，主要的段子。对。哦，他们原本在别的地方已经是有在放展览了。对对，嗯，就是多数是在比如说美术馆啊，或者城市公共空间，嗯，做陈列的，然后这次是放在这儿。那走吧，咱们继续往前。好的。哇，这里真的很舒服，那个阳光啊。所以我们现在美丽乡村其实就是发现乡村不同于城市的美，嗯，对吧？他们从小看到大没有那个感觉。对呀，啊。但你在城市里天天看着那种高楼大厦，然后到这里会很惊讶。对啊。你怎么看过去就是树和天，这是很美的。我好喜欢这里。哇，我真的今天很开心能来到这里，出来走一走。哎呀！哎，你这假发套吗？这陆毅怎么这么烦？嘴瘦到现在都没开，都没开。他那个特别下饭，可是没有饭，能不能弄点烧烤？明天留下来吃烧烤。但我明天不想留下。碗呢？碗我还找不出来，老公碗在这儿。找到了，客人帮我找到了碗。有没有冰糖啊？我冰糖有。面在哪里？面这里面也有，这里。弄得咱们俩像是来应聘来的。这是猫食，那是狗粮啊！你们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看，现在小爱盯着我了。因为只有你在抢他的车。一人认一只猪，是不是让他们比赛？你看，陆毅还在给你追猪呢。哎哎哎哎哎！哇，山茶花，他是炼油的。炼油，看着我一个男生在这摘花，好不协调的画面。二哥，那蒸的时候我们等就是了，是吧？那我都不蒸。多少？啊，我不要了。他跟你们之前拍戏的时候一样吗？拍戏的时候好皮哦。他现在也很毒舌啊。比如你穿一件衣服，你问他好不好看，他会说真实的话呢？我真实的要死呀。感觉他连夜就想走。